上一回我们给摸的那个田螺回来，现在已经养干净了。我今天打算来弄点这个白花菜回去打个汤，杀水啊，杀田螺。哇，这个冷得很。这种电器是这个东西打汤水合适了，我们那边总爱吃得很，也有买，这边就没得买的，只有实习给讨。拿出一个刷孩子的刷子来刷，看他们干不干湿哈。好，准备加糖。弄大个的要，小个的就放到田里边去养。先开喽。好，要得，马上来。这些就放到田里边去了。你看哦，一大扫起，哎呀。数一套光绪的田螺，今天晚上炒个汤一下，收起来把肉挑出来，你看好大，给它洗干净。弄点淀粉，放一堆蚝油，放熟，香油，泡一下。吃这个螺丝就是靠这一碗，跟它的料，料到位了，它才有那个感觉，有那个味道。放点猪油，师傅，火烧大的哦。开了三千多大的你也不接。东西还没准备好，先把身子炒起。吃砂锅，蒜放到旁边先炒。不要炒的时间长了，炒长了那就会老很难搞的。丢完料就砂锅了。师叔，起锅。喜欢吃海鲜的朋友，放点小米椒，有颜色，又好看又好吃。好菜，但是没得好卖相的。小周随便吃哦。哎，要得要得。你那边就是背得弄辛苦的。哎呀，不谈那些，不谈那些。嗯，就跟你那边光鲜玲珑呀，还是味道感觉有点像。我教你一遍。夸那个菜，你要怎么夸是吧？你吃的话，你都，这我在非常的地道，非常的广西。嗯，就仿佛我现在身处在广西的田头边。那天那些粉丝都说的，我礼拜到你了，真的是一个小娃儿给你背弄大背，我都会熟得很快呀，多吃点。哎呀，这。
出来要面向机遇。这下上大了，有担当了。我是这个螺蛳粉，我只相信我小时候，我妈她烧的时候比我好吃的多了，甚至我还是有一点那个味道。来，我帮我丈母娘帮你煎一锅，这就你就吃了就像你妈帮你煎的。哎呀，谢谢我妈。